谢谢各位的参与了哈，那也非常谢谢今天所有带小朋友来演出的各位师长了哈，各位主任，各位家长了嘛，谢谢你们的参与。那小朋友能够尽情的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有没有？那幕后都有很多的人员在协助配合，尤其是我们的老师，那尤其是我们支持小朋友学习的家长，啊，那非常谢谢你们的参与。那参加国小哈的小朋友。 会因为你们的，你们的参与有没有？他们表现的会越来越杰出。那也希望所有的家长、所有的好朋友、相亲的好朋友啊，有经过三家啊，凡是经过，不要忘记，不要错过，进来三家走走看看我们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学习状况。也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参与，谢谢。谢谢。